4月13号，贾静雯通过微博晒了自己两个女儿布布和波妞的照片，照片中布布戴着漂亮的花环头饰，成功得到妈妈赵敏的称号，而波妞可以说是相当豪放，凌乱蓬松的头发，皱着眉头咬着自己的奶嘴，结果被妈妈冠上金毛狮王的名号，也是小可爱一枚了。贾静雯还配文强调说，不是我要黑波妞，她实在是太好笑了，必须要分享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